八家拢会，吼、哦，这是大家爱知影事代志吼。还有一个山林土地的看法，过去台湾人认为山内底所出产的茶、竹啊，拢是共有财，毋是啥人的。敢若海里海内底鱼吼，袂使讲啥人的，你若掠到的人的，吼、哦、啊！迄阵满清政府的时阵哦，山林。拢是属于共有财，但是日本人无共款哦。日本人一搞讲，即个产下人，即个山下人诶，无主嘛，无主拢变成国有诶。吼、哦，啊国有诶，啊再过来，再过来挂互苏联，吼、哦，未输即嘛大埔事件共款。啊，这个时阵哦，因为咱有知识的人，吼、哦，去日本受教育，吼、哦，还是去海外受教育，回来，哦，来做这个渠门的工作，就是文化协会，哦，文化协会，哦，啊，这个文化协会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我即摆问一句话吼，我大概知无？天下第一功，啥物？啊，即句。啊，对，天下第一功哦，毋是食薰本方哦。天下第一功，正甘蔗和茴香崩。啊，那些就是天下第一功，因为哦。茴香吼，茴香就是公司啦吼，蔗糖茴香吼，拢后壁甲咧算斤两个啦，吼，一百斤啊算五十斤啦，吼，安尼，啊就你有够讲咧，啊你都过逐年拢个送去啊，这就是日本人伫做这个蔗田的迄个运动的时阵哦，这个活动的时阵哦，伊规定。这块土地爱交予食，这个工厂，这回事啊。啊，另外那边的土地交予伊。啊，你袂使讲我摕来卖给卖伊了，还是卖价哦，袂使。啊，所以全你干来有只有一个买者嘛。啊，回事都给你起配面嘛，哦，啊都给你减钱啦，哦。这就讲天下第一功，正甘蔗和茴香崩。哦，咱也知影，咱过去的先人，啊，要安怎对付这块代志？哦，这个农民吼，这嘛影响到只有三千五减租的时阵的问题。三千五减租吼，啥人赚上多？哎、欸，就，伊哦，咱有迄个差不多将近50%的土地是伫种甘蔗，啊，种甘蔗哦，私人拥有甘蔗田哦的人真少，大部分拢是房产，啊去遐做，啊，即摆拢哎，即个拢变成政府的，哦，所以台糖公司就真大，到我今日即摆还阁真大，你若要伫土地哦，甲台糖买。都是安尼，就这个原因哦，到这阵来，这你跟这个糖厂的关系哦，退走哦，啊，自根农哦，订契约啊，供应原料，原料就是甘蔗哈，啊，这但是哦，第三就是蔗农哦。只是读做北啦，北根、华夏所有的地方
帝王哦，成为麾下的佃农哦，啊，这款这三种方法哦，第二种哦，你那要创这田哦，要做田哦，你先爱借钱啊，借钱借你啊，利息可是，利息给你算较低悬的吼，啊，介绍给你压较低的吼，就变作大家拢是农奴啦吼。啊，第这个情形啊吼，哦，啊，佮往个区域征收，这个区干来再搞多一间工糖厂，多一间糖厂干来搞多位吼。所以吼，啊，都爱讲吼，规定正严，规定哦。六道里四尺狼，就是讲一些田的中间哦，爱起偌悬，爱放偌侪肥料哦。啊，若无你若无按照安尼放哦，都甲你扣钱。啊，1927年都62000架，诶，这田哦，就六个日本的资本家的手的。62000架，你也知道62000架有多大？1683年，西隆来打台湾的时阵，荷兰人已甲郑成功已经开发西部的这土地吼，土地吼18000架，啊，一个62000架，18000架。啊，18000架中间，4000架、7500架，第六第啊，家己包外国啦，哦，啊，所以这个浙农哦，第这个文化协会的迄个演说啦，下卡大家团结起来，来甲日本人抗争。啊，这种都是文化协会来各地演讲的时阵的相片。伊只写欢迎文化协会，哦，对吧？台湾民报。这1925年在鹿港。文庙，伊有一个文庙，有一个武庙啦，吼。翕个相吼，啊，当时吼，大家拢坐几排吼，安尼翕相。啊，文化协会到底有啥物功劳，吼？伊在台湾处理的代志，1923年，那1923年已经无，因为1923年以前哦，台湾人是跟日本人的抗争是提多啊，提不起的。啊，为1921年开始都无提不起啊，哦，我文化协会。1923年，只有36遍的演讲，听众有21000人，予人解散。什么叫做予人解散？就是你讲收超过啊，吼，收超过停止，哦，解散，等于，吼，哦，日本警察嘛在听，哦，啊，被终止的次数19遍，36遍有一半去予解散。对，终止啊！讲阿只停，话人讲，好。阿姐，1924年132遍，哈，被终止36遍，哈，25315遍，哈，啊，只有被终止64遍，啊个1926年315场，哈，听众有。11,965个，中间有予人禁止的，就是终止157遍。但是这个听众的人数
有准无？这就是讲，有伫教室内底听的，算者啦。教室外口麦克风个大嘴外口的，迄个伫听的人哦，是伫教室里面的棍阿伯啦。哦，所以这个就是教育农民要安怎来组织。所以，在1924年、1925年哦，发生哦，有林本源的制糖厂哦，的问题，明治制糖厂哈，明治制糖厂小人工厂哈，明治制糖中亚工厂，盐水港啊制糖啊，大日本制糖本社，新兴制糖，台湾制糖，罗奇工厂，东洋。北港工厂吼，等等，即挂糖厂拢发生问题哦。啊，即糖厂当时的分布情形哦，吼，啊，就是甲你讲，你即个区干阿会使搞到一间工厂，毋是讲自由的市场。你若自由的市场的时阵，哦，你要甲乱侵哦，我都摕来北京啊。啊！日本人嘛会样，多哦，找一挂料别啊，哦，叫做分化虫啊，分化虫啊、哦，来给分化，和台湾来农民运动哦，产生了牵制作用。所以讲，日本人也不是呆呆在那遐和你比啊、林本源吼，一族吼，伫台湾割日了吼，甲唐山人同款，拢转去中国。吼，大多数的唐山人伫原籍，互人看作台湾人。即就是讲，即嘛一挂叫做外省人的，吼，讲山东人转去甲山东吼，无人叫伊山东人啦，你这台胞嘛，同款意思。啊！你伫台湾生活过了后，转去中，过去中国的时阵哦，人无甲你看做你是唐山人，你就是台湾人哦，而非自认的唐山人哦。啊，因无习惯，所以哦，一个一个拢阁走转来台湾哦。本来是这个大户哦，迄落满清政府签《马关条约》了后。因就开始算啊啦，哦，林本源啦，啊，加迄个林献堂的武王林献堂，拢走转去中国，但是过无几年，一个拢阁转来，哦，林本源有转来，哦，啊，但是这个林献堂转来时阵哦，十四岁。这个就是台北板桥林家花园的一个景了哈，这我去翕的。哦，啊，这吼是咧搬戏台吼，搬戏台吼，我相信看的观众真少啦吼，啊，戏就伫头前搬，顶头迄两层的才侪人在看。啊，林雄真是林本源。诶，这个掌门人呐，哈，啊，这个不平等的待遇下面哦，这个会社的职员哦，诶，年终奖金是26个月啦，哦，啊，所以哦，这个大家感觉无合理、无平等，所以对。省委对这间林本源制糖会社吼，吼来争取，啊，伊增加5块，啊5块，但是农民无满意，但是也真欢喜啦，啊，所以有这个5块了后吼，大家所在都要差要起价，吼，啊，这是当时的这个林本源。这层会下的所在了哈，好、哦。
文化也袂会知李林诶，驾龙自动自发做农民运动，李林在倒位？中华，我讲哦，李林这真重要的所在。这个1624年，严思泽带着二十八兄弟会为日本走来台湾，住在李林，为北港定了，走去李林住。好、哦，所以起码在北港的迄、那个。圆环都有一个纪念碑，就是讲严世奇，吼、哦，带这李八兄弟会啊来，啊，什么叫做李八兄弟会？有人知无？李八兄弟会哦，就是咱手哦，两手有28根指头的骨头啦，大拇指2根啦，啊，剩咧拢3个啦，啊，就李八。所以李八兄弟会，吼，所以这李林这所在吼，有较特殊了吼。啊，文化协会来去啊做农村讲座，吼。啊，这个台湾农民的一个要求林本源回家，甲甘蔗1000大斤，平均用个7块以上来个收买。所以台湾第一个农民组织是李林驾龙组合，哦，啊，当时啊选出几个人出来，哦，这李林支部长李应章，哦，啊，组合完哦404个人，李林驾龙。组合宣告成立，这个李应章，伊是做医生吼，哦，去读迄个医科吼，啊，但是住在李林，李林这农组合在伊设立的这个计划书中来指出来，庆党量。吼、哦，啊！甲决定甘蔗的等级，吼、哦，甲计数，即无合理的工课哦。就讲哦，你即个甘蔗专卖局啦，就是讲你甘蔗哦，无迄落自由来贩卖哦，即甘蔗专卖局吼、哦。啊，所以因做成立了决议，吼、哦，价农哦有选择买肥料的权利，哦，啊，若要称重啊，斗阵落去看，吼、哦，啊，甘蔗的介绍修行前决定，吼、哦，啊，这三项要求由李应章哦直接甲会社来讲，啊、哦，李应章是啥人呢？就是1920年在蒋渭水领导的文化公司。文化公司就是文化协会的前身啦，吼。后来就是文化啊，1924年在洪山做农民运动，1925年，吼，在咧李林组合成立大会，啊，李应章做总理，啊，这杜秋明这是干杰，啊，这是李应章。剪辑要唱哦，国民党个拍戏，第二礼拜的时候，剪辑个囝带着这个王永庆个查某囝，设立一个大众电脑公司。大众电脑公司怎么相关？有人在买股票个，哈，无好哈、哦。但是这个干爹个囝就是带这个。在这王永庆的查某囝哦，哎，对，简明仁啊，
所以这咱若做什么代志哦，后代的人哦，都会拢会讲哦。啊，这个林本源这堂会上哦，聘请30多个外来的人来修挂。伊讲恁若不爱插我，我叫人来修挂。啊，这农嚯、哦、100多人去阻止啊吼、哦，警察就被刀出来，但是有2名的警察的配刀被抢走，这警察被提刀啊来杀人哦，结果迄个刀啊都去用抢去啊、哦，哦啊，所以这日本都个派大兵警力来抓93个人，哦，其中47个人上欢迎。即日本也阁一个好处，日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哦，伫日本国内的人看到台湾有发生这个代志哦，伊就站出来，日本劳动农民党就站喺台湾人的立场来支持李林的加入，这个共产党无啥共款。啊，这就是两个日本的迄个的律师吼、哦、来，啊，大概这翘卡这大概是日本人。这就是这个，这是啥物？这轻便对哦，人叫做轻便。5分啊，只，迄3分啊，只，再咁只5分啊，只还在行新店线咧，我都坐唔到咧，还坐，这3分啊，只啦，好，轻便要个细点哦，而且可能3分啊，只哦，啊后边这就糖厂嘛。啊！日本人派出这个分化虫，他都有讲个分化，哦，台湾人爱甲你分化，哦，啊，是柯饼做代表，柯饼真出名嘛，啊，这1926年九月吼，有25个人判有罪了，李应章判徒刑8个月，哦，一个医生了吼，但是。案件发生的时候，伊在别个所在去共看病啊吼，但是也不管啦，甲你判8个月啦吼，这都是李林事件的经过。啊，这个李林事件发生了后，真侪家龙哦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哦，无要跟做吼。啊，1926年有9万家，哦，这是1916年来哦，上少耕作面积啊，哦，啊，这个讲这个这张相片哦，傅毅的弟弟爱新觉罗傅杰，哦，1936年来日本，伊这中啊，名字咧就是啊，这中啊，我。李四，大概几日啦？啊，哎，得靠边的东京住宅，哈、啊，右边一，这个这里、個、有林雄真，这個、大靠的哈、啊，左一靠边，这个靠边，啊，左二，哈、啊，这個、这是台湾总督。太田正弘啊，李林发生事件了后，哦，这个洪山嘛出来问题，哦，这个陈中豪是一个不善公司，突然在1925年，哦，来宣布要为嘉农收回伊的土地700多家。改由新兴制糖厂
正甘蔗，哦，啊，无关这个农民的生活，哦，这陈忠和，陈忠和是应该是高雄人哦，伊的后代有做过这个高雄的议长哦，议会议长，哎呀，在机关处，对对对，陈克川哦，啊这。这拢哦，历史有记录滴。啊，沙鹿讲，洪山这个农民组合，哦，洪山这个所在，哎，看起来，后来因为这一个运动，农民运动了后，一大一大一大拢发生啊，吼，因都甲这个洪山农民组合，哦，有会员八十个人，哦，啊，由台南师范的。台湾师范出身的剪辑做组长，洪山农民组合成立了吼，这个在1926年1月初时开始，吼召开农民讲习会，农民讲习会哦，连办25场哦，巡回各地演讲。伊这是谁创起来？伊这是即马甲台湾民政府的做法同款。台湾民政府就是予咱台湾人的思想开放，思想接受正确的台湾历史，吼、哦，莫去用骗伊，吼、哦。啊，伊迄个时阵，就是咧做农民组合、农民讲习会，吼、哦。啊，讲习会的时阵，啊，农民就知讲，哦，这是我的权利。啊，这个剪辑拢有，大家拢有邀请剪干结吼。1926年3月19日，派人来接收土地，这个时候甲农民就冲突，干结发动霸凌示威了吼。啊，日本警察有暴力相向。啊，通知333个小作人哦，对讲嫁龙哦，还土地，好、哦。但是你来对了，有269个人拒绝啊，哦，超过1/4个人卖啊，哦。啊，所以剪辑得得大了争，哦，一回和日本警察解散。啊！剪辑过去，当地农民300多人演讲，演讲宣扬李林事件，哦，啊，要求团长提官介绍，啊，日本警察来干涉，来乱的啦吼、哦。但是这300个农民哦，无管警察的态度，不但无改善哦，等于拖较济。讲啊，我咧想计咧，啊，你来咧创啥？因为来甲管我，吼、哦、啊，所以吼、哦，日本政府当局惊这农民组合吼，诶、哦，这影响，就逮捕剪辑甲黄时顺等，吼、哦，即挂人吼、哦，啊，所以李林组合、洪山农民组合，即连续所发生了，都发展注意。台湾转舵的台湾农民组合，哦，这是讲，咱即摆先来这民政府遮受训的人，无多咧，一回70-80个，哦，上多一边300个，啊，你要安怎到40000几个，要安怎创？就是有这事件了后，啪个一个就，你要40000人，要100000人嘛有。一个日本退职官员哦，强占土地甲森林哦，因为以前晚清的时阵哦，这个山林是共有财啦，不是个人的啦吼，所以大家拢去山顶采茶。
甲即个土地吼，甲即个共有财土地，互日本退一官员吼，370个人，吼，即个，所以这里这个纠纷就大了。这是为日本人向台湾地主充公来哦。所以一个发生大家土地争议，甲大家路面组合哦，大家也发生土地哦，去予日本的官员占去。这敢那个苗栗最近这大波事件吼。要挖要挖了吼，啊！就政府官员吼，就是保护因的官员哦。有当退休了，还阁爽快爽快吼，所以就发生抗争。好，六月初六，1926年六月初六，好，成立大家农民组合，好，造港。做委员长，吼，有后壁，就是讲第一，提高农民的知识、技术，吼，农民相爱扶持之力，吼，和农村生活向上，吼，农民能够稳健的合理合法达成这个理想，所以这个。在台湾农民运动抗争中哦，加入一股心血。这个剪辑哦，叫赵刚哦，一挂人去台南虎尾、甲高雄州大寮庄的农民联系，嘛得到蒋渭水、连文清、蒋渭水下人。蒋渭水哦，就是第1929年吼、哦，日本买迄个发这个鸦片的执照。本来鸦片哦，在晚清时阵哦是真流行的物件，但是日本人哦讲这个物件袂使，无好，爱甲禁止，全世界讲拢讲无好。这个，但是后藤新平吼、哦，想出一个方法。你台湾人也多啊，在甲你抬咧吼，你即马骨个禁止这个，禁止伊食薰哦，有三项物件太禁止啦，食鸦片哦，该禁止，这拄着难度真大。也个有这个满清有一个头张马骝吼，辫子要个加长吼。现在是真困难的代志，那个一项哦，是对查某人白卡叫叫偷起吼，迄嘛真困难，要甲你下性命吼、哦。但是即个代志吼，即个鸦片的代志的时阵哦，即个蒋渭水哦，伊就拍电报去予即个日内瓦。好，诶，国际联盟，日内瓦国际联盟是虾米？就是这个联合国的前身啦。哦，讲台湾哦，政府得公然发行执照，鸦片的执照啊，所以为瑞士就派几十个人来台湾的调查，调查讲你这日本政府有得安尼做无？结果呢？日本政府较紧嘞，包300元，哦，其实300元真大哦。和连进的阿公，叫做连阿东，哦，又称为连横呐，哦，300元，连横就写一篇文章，在这个报纸发表，伊讲台湾人有今仔日的经济奇迹。除了勤俭拍拼以外，
也够有咱受到福寿果的恩赐啊！啊，福寿果就是阿片啊！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台中的这个绿色，因为当时做真多这个西虾啦，吼，做汉系的西虾，绿色吼专哦，专开除这个连横啊，连阿东啊，连阿东专带因囝，哦，连进东专去中国，啊，阿尾就生这个连进。我看啊，连前迄阵生出来哦，那含着金汤匙，哦，无可能啦！我这个判断哦，是无可能。哦，哎呀，各位，这台湾在发生这挂运动的时候哦，日本哦，日本的劳动农民党哦，主动来协助台湾的这个农民，所以哦，所以这块日本政府也是头壳不会烧了。1927年，一个哦，日本官员丈量迄个放领地的时候，农民100多人在干戈哦，调岗的迄个领导下。阻挡，哦，啊，这个连大都征重兵团，什么叫重兵团呢？这个日本兵以外，也叫一挂叫这个高先生组织这重兵团，就是有一挂武力，哦，徛在日本政府的立场。啊！这个重兵团哦，有34人，嘛该反对哦，加掉17人哦，提出辞职书了。联合国吼，毛90名诶学童哦罢课3日，不去读书哦。啊，当今诶农民党哦，在即个吼了哦，即个派出律师鼓舞真相。退借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争取农民应有的利益。所以哦，日本人哦啊，这真烦呢。这个土地要转给别人哦，拢真困难。啊，无干脆转给恁台湾人啊，台湾人会有钱人啊，吼。啊，所以台中市哦，局定的迄个张进江甲彰化街的潘克庄哦，伫新地主伫即个警察的诶帮助下，吼，啊，就强行耕种，吼，啊，农民这个时阵哦，变成失台湾人失去哦民族对抗的立场哦。本来是一个台湾人对抗日本人，啊，即马伊提另外提一批台湾人来甲你拼，啊，你呾唔知要拼啥物？即款代志也过会发生，哦，大家注意讲，都发生的以前发生的，即马嘛也会发生。伫台南州虎尾郡。仑背乡的迄个反抗斗争啦吼，遐有官友队143架，本来有77号农民来做吼，啊，伊在个甲土地背后17个退一个官员啦，吼，啊，所以农民知影了，联合洪山大家的农民组合进行反对。1926年4月，伊要来牛头队的时喏，啊，这个农村的妇女哦，唔惊强权，动员附近妇女50多个人，坐在路顶路上哦，阻碍测量队的前进，所以无法度按照计划行事哦，这就是疫情的控制哦。
所以以后因成立好马支部啦吼。啊，即马组织即挂了，搭组织台湾农民组合，哦，对于归台湾的农民拢来即个组合。哎呀，个高阳州洪山郡到阿廖大寮庄的反恐哦，这细节都免得讲了，差不多意思差不多了哈。好、哦，啊，这每边的迄个反恐哦，这个剪辑拢到场，这个、剪辑啊、哦，好、哦，所以怎样讲有遮多的。遮侪人哦，啊，这就是这农民组合一遍一遍的反攻，但是这个时阵哦，爱来讲谢雪红，谢雪红是共产党哦，伊谢雪红把工作扩大哦，第一工会哦，这王万德负责哦，啊，农民组合。调岗剪辑，吼、哦，啊来控制文化协会的，本来就是这个蒋渭水，吼、哦，蒋渭水啊，这个林献堂因组织起来，吼、哦，应该潜入，哦，派人潜入来对，嘛是掌握到文化协会，所以这个谢雪红真厉害，吼、哦，啊在高雄地区，吼、哦，嘛是该抢起来，矿业。矿业嘛是，迄组织嘛是该抢起来，所以谢雪红哦，幕后主导人啊、哦。这個、潘清信哦，就是哦，这耍老公也丢了。啊，那。据秋白哦，一共哦，一共台共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哦的主席哦，党员缺乏积极性哦，党组织成立的时候差不多多哦，哦，于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友谊的立场，向台湾的全党员哦建议，哦。一些是国的贡献，这个第三国际哦，控制了中国的共产党。第三国际指定下人做主席，下人就做主席。好、哦，不是你这主席的选择是为下卡来算出来，伊家己指定。啊，指定的时阵哦，啊，迄阵台湾共产党是。诶，正名应该是讲日本共产党台湾支部，是受到日本共产党的指挥，钱嘛是为日本共产党那边摕来。啊，但是日本建材咪是推啊，咪是推啊的吼。日本建材哦，掠这个日本日共吼，伊就是了调查啊，这个人甲下人联络，下人甲下人联络。所以一日吼廿几千个起来，啊日共都垮台啊！啊日共垮台的时阵哦，要提钱给台湾共产党，台湾哦，诶共产党哦，这条路线转去，转都为中国那边过来，哦，啊中国那边就是就按照变成两派，一派是日本派，一派是中国派，对台湾共产党来对。啊，所以据秋白道讲，这个在讲台湾共产党哦，幼稚哦。这陈定兴就是高雄潮州人，哦，啊，19264月加入台湾农民组合，哦，啊，受了潮港的影响，变成台湾共产党。所以，这个
但这兄弟1930年，哦，带回来翁泽生，哦，也东方局指示，哦，啊，小川宏认为这项指令，哦，根本不知台湾近况，不符合台湾的实际情形，哦，这只是翁泽生自己的意见，不能代表东方局的意见，所以谢雪红拒绝。所以按你看起来，台湾共产党拆做两派，一派是中国派，一派是日本派。哦，但是拆去日本派这边哦，无金钱来源。因为日本派这边哦，去日本的共产党去哦，日本政府掠啊清气清气，啊都无人啊，哦，啊中国共产党那边哦，迄毛泽东是讲武装起义，武装啦，哦，啊所以伊那边力量真大，啊，内底还够一个刘占洲，啊。伊受到谢雪红的交代吼，去日本吼，啊，甲这个甲报告书日共中央吼，说改革同盟王曼迪的阴谋吼，啊，请中共日共中央吼派人来台湾主持改革，啊，啊，在这个。1931年6月26日，哦，刘占洲靠个神父，哦，完成使命，取得日共中央给予谢雪红的指令，哦，这个就是刘占洲，嗯，但是一回来的时候，哦，谢雪红已经去用抓的感觉来对，哦，啊，但是这个人。在一个吹气哦，人发现哦，拷打死于狱中，死于狱中了哈。你刚刚来对戏，哦啊，台湾共产党哦发生内讧，哦主要原因，哦第三国际规定一国一党，什么叫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就是共产党，在1917年，1917年列宁革命成功，苏联变成共产国家，啊，1919年过两年了后，这个列宁哦有钱够有力，伊认为共产党真好，爱推广到全世界去，所以成立第三国际。所以第三国际哦，在全世界无真大个哦风波，所以十几个国家拢变成共产国家，哦，尤其个在东欧的所在。啊，第三国际规定一党一国，所以大共是属日共组织下的台湾民族支部哦，但是还佫一个叫做。渡边政治谱伊来台湾吼，伫鬼人吼，伫鬼人去用拍死，迄个鬼人诶日本警察拍死吼。谢雪红诶文化协会用个联合阵线个方式，啊，中共小子支持台共上大派。什么叫做上大派？上海大学一派，哦，解散文化学会，哦，这个国际共产国际的资金，哦，提供，和台湾大多数的党员倾向有钱一边。就是日本要提钱，日本共产党要提钱哦，台湾共产党。但是日本的共产党已经憋气啊，
所以即马干来委员为中国迄边提钱来，啊，所以有钱的哦，挖西瓜挖大饼啊，吼。台中党改革同盟成立了哈，1930年12月20日，陈德兴回来，哈，因就在做一个叫做反谢雪红运动，哦，谢雪红在这中共的内力量真大，哦，啊，这个改革同盟事后。谢雪红讲，把党陷于机会主义与活动不利的一切责任归咎于他一个人，而他们所犯的一切错误，现在却完全被蒙蔽，不予反省。这都是翁泽生、王万德、潘清信的阴谋。啊，这个台共开除谢雪红，哦，在1930年5月31日，就是讲台湾共产党内部嘛发生内斗，哦，剔除哦除名谢雪红、杨克培、杨克煌，杨克培跟杨克煌两个是兄弟啊，因在这个延平北路。哦，去开一间国际支局，哦，啊，甲谢雪红，哦，啊，这嘛出名啊。党中央委员哦，由潘清信推荐任命，哦，啊，来对。来对我潘清信、王万德、索心、严时奇、刘守宏为中央委员，哦，啊，搁一个查某囡仔叫简世娥做后备委员。简世娥是虾米人？是一个小姐啊。这小姐吼，哦，在读迄个台南女中，吼，哦，啊，就感觉讲。伊不爱做奴隶，啊，转出来去挖剪辑这边。1929年，台湾农民作法，哦，遭受到大规模的搜捕，这叫做2月12日啦，2.12事件，哦，啊，所以很受打击。同年2月，日警发动第二波逮捕日共，叫416事件了哈。第三，新文化协会，哦，各分裂，哦，极左的上大派所取代，就是上海大学派，哦。东西就讲台湾共产党的政治大纲，这看看就好了哈。第二届临时大会台共哦，因政治大纲标明哦，革命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及台湾民族资本家、中小地主。这个东西哦，比以前更酌情了，哦，啊，他到武功就这个小姐简世娥，哈，哦，高雄人，哦，一头他高雄高女，哦，啊，听这农民组合的运动的时候，伊就主动招来个农民组合剪辑，哦，啊，挖来剪辑这边，哦，啊，简世娥第五个离开厝来到台中，哦。
农民做下奔波访问剪辑，标明哦，要努力与农民，哦，明信片哦，向高雄高女说，从今以后哦，绝参加农民运动，已经不是不得以我为生徒看待，我即卖已经脱离这个高雄立中啊，哦，要检视了。但简世娥啊，做个真认真啦吼！啊，有一回去哦，警察抓去，警察抓去的时阵哦，要甲关，伊讲你哪会使甲关？吼，你爱提出吼血印之申请，下面叫做血印之申请哦。我查查的哦，这是日本在即个有一个对这法院的要求啦。你哪爱用血印哦？你都爱经过多些程序啊！日本警察讲安尼，准都好该放出去啊！吼，所以这个简世娥也是无简单的人了吼。到1930年，台共覆灭，因为台湾的警察、日本警察，跟日本的日本警察同款，要你抓你台共吼，嘛是安尼。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对到到位的时阵哦，做一群家己抓。啊，赵刚宏抓去了，我这么来哦，就画“共产万岁”哈，大画。哦，六月二日。逮捕到谢雪红的杨克培，啊，谢雪红各方抓去，啊，这个苏新是潜伏在台共中央委员会兼宣传部长的苏新，在处变不惊下哈。在八月二九，在宜兰所在要求不可停止工农大众的日常斗争，哦，啊，伊扛起一个建台共的大任，啊，郭正刚伊穿日本文官的制服入来台北，哦，啊，了解台湾的迄个共产党红利的情形，哦，哦，啊，伊同时。改变战术，分散文化协会进行被捕的救援。哦，但是首先哦，嘛叫警察抓去，哦，啊，拢抓起来了后，这判刑，比如是啥呢？哦。107个人被抓，起诉75个，15年潘金信，13年谢雪红王泽生，12年苏新王万德赵刚，啊，啊5年这简世娥杨克培，啊，2年还要过一年，这款判决对这个。台湾共产党对甲即部即个判决哦，再差真多。咱若拄着共产党哦，中华民国哦，敢若只会枪毙人呀，剩了都无。啊，但日本你看卖，人是15年、13年、12年下人吼，10年做一捆甲你抓起来，做一捆甲你判刑。1932年3月21日。简世娥在台北刑务所产下一男婴，取名简信雄。哦，因为伊爱人哦潘清信的信，哦，这是简世娥加潘清信。哦，这2005年哦，二月初八。
我看到一篇文章，吼，讲即个简氏儿死去，啊，你讲抗五年啊啦吼，在美国死去，吼，伊讲教育程度高的人，奴化程度也高，一个 question mark。啊，我该回一封信的吼，我讲恁老母，这伟大的台湾人。死去哈，我致最高崇义、敬意。啊，通常哈，教育程度高的，也就是奴化程度高，两者关系极，关系系数极大。他是生长在奴化的教育中哦，却是仅有少数能发觉，啊。觉醒哈，又起来反抗的人，哦，这符合谢雪红所讲的革命家，哦，啊，我挂号请参阅错作日据时期台湾无政府主义及共产主义的萌芽最后一段，哦，这就是简氏儿四岁囡仔，哦，买就去美国得博士。啊！因老母简氏儿嘛去啊，啊，当时也讲大事。啊！伊写批来还，哦，伊讲平安啊。郭鸿斌先生，通常教育程度高的人，同时也是奴化程度高的看法，可能不无道理。不知你的以为如何？这是台湾人特性，还是一般华人的通性？陈国哲啦，哈，这简氏儿买酒的婚姻哦，我倒不知道，哦，啊，这个头前有讲是一个囡仔，我中间我一个信，哦，就是纪念伊的这个殷先生，哈，哦，啊，我来回很简短的一封信，哦。请参阅错作何惧时期其中汉民族国力削弱之因一章即可明白。哦，这那时候下文章了哈。啊，今嘛讲另外一个人赵刚，哦，赵刚，伊这个是去用判刑十二年。这是台湾农民组合，吼，开会了，大家翕相。简辑稍微介绍：1900年出生，高雄凤山人，凤山工学台南师范去毕业，日本话讲啊真水，哦，执教四年，哦，后就投入劳动。学习效果失去大半，所以对自己的薪俸所领的薪俸哦，十分感到歉意。就是讲，自己是属一种偷窃自己薪俸的人。日本话叫做“给丢得了”，对不？偷窃自己薪俸的人啊，哦，啊，这简直啊哈。简辑的思想哦，带有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开设社会主义研究科啊，哦，这对简辑哈，哦，这是 CADD 版。1947年，CADD 版去用枪决台塑集团的董事长。王永庆的女婿，大众电脑董事长简明仁，他是简辑之子。好，啊，另外一个岩石级啦，吼，人这农民面家讲的，你那边有趣味的研究都该读了，吼，啊，这
台湾发生一挂事件的时候，日本拢有派这个律师来哈，这古屋真雄律师哈来台湾来协助。庄守吼，伊台中商业学校毕业，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啊，政治经济科，啊，第416事件是互人抓去，啊，但是买就过来放回转来，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吼，啊，做劳力，吼，伐木工人。一被捕判刑八年呐，八年。啊，这是因迄阵翕的相哦。吴广照，啊，这无要紧的，这庄春火归人人，啊。庄春火是属王冰川为首的上大派，上海大学派。上海大学是什么大学？在上海哦，有一间大学叫做上海大学，校长是个余幼任，哦，啊，迄个学员哦，这个拢是去共产党诶，这个谢雪红嘛是去上大。上海大学，啊，上海大学，谢雪红是伫台湾是读小学毕业来啊，啊，入去上海哦，喔，去上海啊，上海大学看哇，这查某囡仔真好，专个较紧的个培植，就叫伊入去上海大学，啊，上海大学读无几个月，讲这个人哦，喔，爱过去回去莫斯科去读东方劳动者大学哦，喔，所以。啊，去也读两年，才阁转来，所以谢雪红哦，哦，甲上大派的关系是安尼。啊，罗新发，好，我跟你这拢讲，基松喜庆哦，在台湾的日本人嘛参加台湾共产党了，吼。张朝基哈，去参加共产党；洪朝宗、林朝宗，这是这个资料是我为这个黄思佼台湾共产党秘史来对抄出来。这就是一本子的书壳了哈，封面。汪泽生哦，在上海向抓去，哦，啊，判刑13年，谢雪红13年，谢雪红，但是伊用几个时间哦，罹患肺病、气病，日本人认为啊，这无望啊，为狱中给抬出来。啊，出家了够好个，哦，但是1930年，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国，1930年的时候哦，这个共产党在这个江西，哦，这个毛泽东他们也在创的哈，1932年。中共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央相继迁到瑞金，哦，同时对台湾的共产党指导也中断了，哦，就是本来为上海的钱也提来，啊，即马这条路线哦转得转去，哦，啊，同时主张以台湾独立，哦，台独，哦，为纲领，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台湾革命并非追求台湾本身的解放，而是全世界殖民地解放的一环呐！哦，这是讲更加快的代志哈。哦，东西的国土哈，
为谢雪红的观点来看哦，中共中国共产党对台共哦无帮助着吼，啊，颠倒是在幕后吼唆使夺权运动，哦，和台共偏离第三国际的战略，哦，中共在台湾抗日运动史上的功劳，你会看清楚，哦，但是谢雪红在二礼拜事件了后。投靠中共不久即遭整肃，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就是他拒绝中共的领导。好，这个谢雪红哦，是唯一在二二八事件组织二七部队来对抗国民党的军队。啊，伊是第台中一带嘛吼，啊，所以甲差不多300名的这个学生囡仔，吼，啊，提枪，为派出所抢枪来，啊，走去这个玻璃一带遐一个所在叫做爱兰，那么爱兰迄个所在，甲30000名的中国部队吼，建真侪工，吼，啊。见真侪人啊，买酒，谢雪红感觉安尼嘛袂当过，所以就走去中国，哦，啊，走去中国嘛无受到欢迎。陈方明啦，这层啊，主要是爱看这个啦，这个许信良，哦，啊，这个共产党哦。去用抓去了，因就组织赤色救援会啊、哦。这挂资料是为书名的迄个台湾人四百年史来对抄出来啊、哦。这就是书名啊，即摆要阁挖掉90几个，伊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啊毕业，啊毕业了，伊对这個共产党哦。认为是完美的，专哦，学校毕业了专走出来，走去共产党，去上海去挖共产党那边，哦，这已成立救援会了哈，抱歉了哈。啊，当时有一篇抗日三日志集哈，啊，这小先读一下。武山架山向林，罗东架日最刚最未煞，虎宅中大破厝，拍门窗四面壁，全是空。无电灯，点番油，三顿饭，含纸签，每顿菜，豆腐盐，设备品万难欠。这三字经哦，甲人之初，性本善呐，哦，迄意思同款。安尼好，咱今日讲到这，谢谢。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